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，倭国法师空海前来长安，驱除邪祟。陛下这个样子有多久了？七天七夜，睁眼无眠。作祟者是何妖物？是一只猫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皇帝的死跟一只猫有关？何人可破？是谁欠了朕？云想衣裳，花想容。你到底是谁？原是和贵妃死有关的。所以我要做一件连李隆基都做不到的事，让他再活一回。也有真相。